第十二题，求婚的地点跟日期。求婚的地点跟日期。五。巴厘岛。是。十月八号吗？跟谁求？十月八号，这次是拜拜。忘了是怎么开始，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。你好恶心哦！突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，真的很简单。嗨，老婆，那我们携手走过了八个年头，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天了。那我相信我们也可以像以前一样，就是一起克服种种的困难和人生的低潮。希望我们可以白头偕老，继续分享生活点滴。老婆爱你哦。老婆爱你，我来娶你了。没有听到。老婆爱你，我来娶你了。OK。第一题，第一次约会的地方是。阳明山。哇。第二题，新娘最爱喝的饮料是。珍珠奶茶。交往的时候，新娘第一次送的礼物是什么？气血。两个人交往到今天的天数。百年不会过关吧？这个。限时五分钟，新郎跟伴郎用嘴接扑克牌。在一分钟之内拼凑出这九张照片的时间顺序。好，就这样。确定。通常这样问就是对的。好，错四张。水当当。没关系，好啊。胡子刮一下。如果我抽到食物，就要把食物吃掉。只有抽到新娘才过关。拜拜。你想要哇？饼干，好棒啊！终于看到你。想我吗？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嫁过，好啊，扶持两个相互扶持，过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妈，你知道我从小就是一个很任性的女儿，常常对你们就是发脾气。我希望以后你们不要为我担心，就是家我会好好照顾我，我也会常常回去看你们。谢谢你们。嗯。以后我一定会，就是尽我的全力，那就是让他过好日子。那我会跟伟林一起孝顺你们，也会常常回去看你们。谢谢爸妈。
亲爱的，我们一路上一起走过来，这七年又六个多月的日子，谢谢你的陪伴。虽然你到现在只做了两张卡片给我，虽然你总是跳很难看的舞逗我开心，虽然你唱歌很老派，虽然你求婚的台词讲得无敌烂，但是我全部都喜欢。谢谢你包容我的任性，谢谢你包容我的坏脾气，谢谢你包容我的一切优缺点。我们会一直在一起，开心的幸福走下去，也希望大家都会幸福，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。老公，我爱你。